的君品云轩的飞云牛排，哇，我们直接复刻过来，跟现在铁板现煎牛排，太帅了，师傅。欢迎雅宾王朝又改名如昔后，不知道该说是第一次还是再次来吃他的桑尼巴菲。因为如昔的餐饮跟宴会部门在2022年底全面由云品观光集团的宴会平台君品 Collection 接手，是该来消化一下餐券，看一下新团队有没有新气象了。这时候又要把 Surfshark VPN 拿出来说一下嘴了。用 Surfshark VPN 除了翻墙附加的安全功能，在需要输入付款资料时最赞了。线上买餐券也不需要担心信用资料被窃取，或是后门洞开莫名其妙被骇客勒索等等。 Surfshark VPN 就是一个网络守门员的概念，现在使用佩特拉专属折扣代码就可以获得 1.7 折的大优惠，订购2年方案再加送3个月，还有30天免费退款保证。如果你跟我一样经常网购，这还真的挺实用的。哎呦，不得不说更名如昔后确实有新气象哦。光是从这停车场进来，入口匝道改用车牌感应，终于不用再拿 token 了。停车空间重新粉刷过，又多装了 LED 灯，总算变明亮了。现在停车场跟 U-Space 合作，可以直接用 APP 线上缴款，停车费平日每小时80，假日100，消费1000元可以折抵1小时。东北商圈寸土寸金啊，真的人不多的话，还是搭乘大众运输比较实惠哦。是说饭店怎么这么多人，原来用餐这天跑台北马，终点站就在斜对面的小巨蛋，入住的人多，用餐的人也多啊。入住后马上来看看菜色啦。首先是开胃冷盘区，泰式海鲜沙拉、泰式炸蛋沙拉、醋渍杏鲍菇、马铃薯蛋沙拉、凉拌大薄片、烤时蔬笔管面。接着是新增的起司餐台，有满满的坚果、脆饼、起司跟冷肉们。生鲜餐台，生鱼片是基本款，有鲑鱼、尾鱼、旗鱼跟黄金鱼。蟹味棒、虾软跟鲜虾是3款首选的料，还有鲑鱼、尾鱼、龙虾沙拉、握寿司，全部都现点现做，但只有一位师傅，所以这边一开餐会很塞呀。生冷海鲜今天有3点蟹：凤螺、透抽、蛋菜、白刺虾跟小章鱼，各式海鲜蘸酱。哇，这个生菜区有进步，五彩缤纷，看起来就很可口。鲑鱼生鱼片，哎，我忘了带酱油了，那家伙巧，有点熟，有点熟。我觉得是一次煎太多了，没办法控制每个都在5分熟，所以这有点7分，几乎快全熟了。但是也很好吃，很厚实的肉，我也很难咬，就是有点熟。因为我看他一次煎太多了，天气很怕寒啊，你看他现在还特地准备了姜茶，姜。冷飕飕的天气，再加上海鲜本来就偏凉，餐厅还准备了黑糖姜茶来去寒。天气冷，喝个姜茶，哇哦，好浓啊，很好喝，它暖起来。它生鱼片给的很阿莎里，现在生鱼片餐台不用排。顺着餐台往前就是汤品区，有黑蒜头蛤蜊鸡汤、石井菇汤和茶碗蒸。大蒸笼里是新增的蒸煮海鲜，有续蟹和白虾。小蒸笼里有玉米笋、玉米和水煮花生，开盖小心蒸汽会烫伤哦。蒸笼里是鱼子烧麦和鲜肉烧麦。今天刚好寒流来，其实这一盘热海鲜才是第一盘。在王朝酒店改名如昔酒店之后，它的桑尼巴菲11月的时候改由云朗集团旗下的君品 Collection 来经营它这个餐饮服务部分。今天天气冷，寒流来，蒸笼里全部是满满热的海鲜啊！它之前煮到软烂了，骨肉分而已了。新人新气象，哇，暖起来了！保温效果超好的铸铁烤盘里有烤牛肉串、烤猪肉串、烤洋芋和烤季节时蔬。接着这边也是新增菜色，印度料理区有咖喱蔬菜、咖喱海鲜、
姜黄饭、咖喱鸡肉、咖喱牛肉。名字虽然都有咖喱，但细细品味，每一种咖喱都不一样。刚好有机会抓到餐厅经理是军品 collection 派驻的，百忙之中介绍了一下更新后的特色。这咖喱是用十多种香料依照工序层层炒制，而非现成品。刚才经理介绍说，这个咖喱是用十一种香料慢慢一样一样炒上去的，不是随便拌拌的，这是新增的料理，咖喱时蔬、咖喱鱼。哎，这鱼好厚，好好吃哎！意料之外，你看鱼这么厚，哇塞！这姜黄饭是有绿豆蔻的耶，哇，好香啊！嗯，可惜有点冷了。咖喱鸡肉，哦，它咖喱真的好香哎！咖喱牛肉，哇，这都是香料，嗯，牛肉好吃，它已经炖得软烂了耶，嗯，好香啊！哦，好多香料。顺着永和往下是新增的片皮烤鸭，古早味黑白切，不管是三层肉、干莲还是大肠，传统后风味十足。现煮面台有南洋风味的喇沙米线和肉燥担担面，或是跟师傅点个烫青菜也行。你好，需要什么吗？片皮鸭一片。好，谢谢。面这样子说美哈，谢谢。OK， 片皮鸭，姜，这是新增的菜色哎、嗯。而且这个饼很薄，不会太大负担。军品 Collection 接手后最大的改变，就是把军品酒店云轩西餐厅的现煎菲力牛排复刻到这里。不同于其他饭店把肺整块炉烤，而是新鲜生牛肉现点现煎，投放有中号的夹子，先烤后由专人送上，还有现煎小卷。投夹子现煎的菲力牛排，我的熟度比较差不多，这个差不多五分熟。哦，好不好吃？这军品云轩的菲力牛排，哇，我们直接复刻过来，跟现在甜板现煎牛排，今天是他们行政主厨在煎的。这家不是以卖海鲜为主，嗯，肉松松的。现在的特色是菲力牛排。再往前有罗马猪肉卷，吃这么多肉，再拉点烤凤梨，既解腻又能帮助消化。热食区还有海鲜意大利面、迷迭香烤鸡佐野菇酱、季节时蔬、香煎多利鱼。炸物也在这边，有日式炸鸡、炸虾天妇罗、炸蔬菜和虾饼，然后是个人特喜欢桑尼巴菲的菜色之一，现做的窑烤披萨。谢谢，可以，谢谢。煎小卷，现煎烤的，好香哦！烤凤梨，哦，烤凤梨好好吃哦。蒜酥，我也要一口蒜酥。嗯，拿不起来，用手吃。冷了，可惜。因为天气太冷了。对啊，脆皮猪肉。现在松山区只有11度哎。哦，现在11度哦。体感9度。烤猪肉串，哦，这是牛。哎，这牛肉好好吃哦。好吃哈。嗯，肉串好吃。还有辣椒很好吃。哎，猪肉串也好吃哦。肉质也不会太辣。对啊，两个肉串都好吃。它这边的猪肉比它放旁边那个罗马猪肉卷，对，比较干一点。耶、yeah, ，许愿玛格丽特来，我帮你贴在那一个。对啊，它饼皮好吃吼。我说刚好看到师傅在做披萨，我说师傅可以许愿玛格丽特吗？嗯，好，没问题。好，没问题。玛格丽特觉得很简单吧？很简单，对他们应该是很简单。简单的东西要做的好吃才不简单。对。师傅可不可以再做一个？甜汤区提供磨磨渣渣，完全不加糖的西米露，要甜度请自己加上手工熬煮的斑斓糖浆。配料有红毛丹、菠萝蜜、亚达子，很南洋风啊。饮料区罐装的台啤、708啤酒和朝日生啤酒无限畅饮，红白酒取消咯。线条果汁、水果门、新增的双麒麟鸡、特色热饮门、茶包、咖啡、碳酸饮料都跟之前无异。最后是桑尼巴菲有口碑的面包和甜点区，各式面包加热后美味升级，还有头中号牌的铁板佛卡夏烤好后专人送上桌。
冰柜里各种甜品本来就是饭店拿手的，加上菌品强强联手，部分换成了菌品配方。今天有芒果慕斯、提拉米苏、玫瑰荔枝蛋糕、焦糖莱姆蛋糕、抹茶巧克力塔、柠檬塔、抹茶蛋糕、栗子蒙布朗、富草莓糖浆的草莓果冻、龟苓膏、杏仁豆腐、蜜桃芒果奶酪、像宝石一样的琥珀糖、纽约起司蛋糕、美式核桃派、造型吸睛的覆盆子马卡龙、镜面巧克力塔、泡芙、天使铃铛可丽露以及焦糖布蕾。冰淇淋改提供莫凡比家的是哦是哦覆盆子马卡龙，经理说结合了王朝跟军品甜点的强项。嗯，好酷，日式琥珀柚子糖，哇，用寿星优惠，寿星还能够并优那个餐券吗？就不能，不行，做的话只能有一种优惠。好，那兄弟信用卡，谢谢。好漂亮的柠檬塔，柠檬塔是真的会酸嘞，好颗好颗，真的好吃哈、哦。嗯，这甜点很好吃。哇，抹茶巧克力好丁个哦，口感好丰富。那琥珀肉质糖是软的，你给注射下去嘞，糖浆灌进去。哦，太有趣了，可丽露。哦，它可丽露好吃，外面好脆哦。没有声音了。它坚果好多啊，而且还有草莓干呢。起司、南瓜子、核桃、腰果、杏仁、青提子、草莓干、芒果干、凤梨干、蔓越莓、杏桃干，好多、哦，总共几个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。Sunny Buffet 独有16楼挑高空间，白天有阳光洒落，晚上有星空作伴，用餐氛围轻松惬意。Jimmy Collection 接手营运后，在菜色规划、人员服务上确实有感升级，接下来就是能不能继续维持下去咯。好啦，今天的吃到饱就到这边啦，我们下回见， See you!